闹钟响也不用管，罪犯每天清早八晨听到闹钟在那儿喊，睡都没有睡醒，老婆都是负的，人是木的，来到公交车站人多得包看到就烦，然后上车马上堵，汽车动都动不到，公交车上放些屁广告，马上唱歌还跑调，天之涯地之角，你还让不让人活？堵车本来已经够烦，你唱你们破，老子明天不上班了，不用七八点挤公交，明天不上班了，老子今晚要刷通宵。到明天白天，老子想几点起就几点起，只要愿意，所有条条款款都算齐。老子明天不上班，爽翻，巴适得板。老子明天不上班，想咋懒我就咋懒。老子明天不上班了，不用见客户装孙子。明天不上班，可以活出一点真实。见客户要穿长裤的，把30多度。老子还要穿个长袖，把纹身遮住，还凭哪点不能纹身嘛？他老子又不犯法。你要送我不对公款，你就不要去拿，你就不要去嫖赌，你就不要去贪。要和这些事情比，我纹身算啥子呢？哎，啥子都不算，你要凭哪点看破怪？这个地方已经够不自由了，你让我咋个办？平常看到客户要笑，态度必须好，把他们捧到，不然你妈票子拿不到。有些客户真的爱你妈的屁股长多，老子明天不上班，这首是送你们的歌。